志工们久违的在厨房里忙进忙出，有青菜、猪肉、鸡肉，看起来好丰盛。为照顾偏乡长者，上林里社区的银发共餐都是让长者吃免钱，也因此今天观天下有线电视公司也特地到场致赠假彩金，让社区倍感温馨。有鱼有肉，哪有菜，每项拢有汤，安尼安尼。哎，几点就来传啊？七点去上去买菜。哦，对啊，啊上去买啊，中午就去印啦。第一个是 来凝聚我们这个乡里的之间的一些凝聚力啦，哦，另外也来帮助这个里长在推展他们社区的一些活动啊，哦，的一些帮忙。观天下有线电视公司表示，身为在地企业，秉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回馈地方共餐活动。今天来到上林里的共餐现场很热闹，看到长辈都开心来共餐，也让人觉得很放心。因此，希望借由共餐经费的赞助，让共餐可以长长久久。那今天又有观天下哈，来提供10000块钱的共餐经费。我想，除了他们在事业的经营以外，又能够照顾地方啊，这是我们非常感动的，感谢我们的观天下。这个企业能为社会责任来针对地方的永续经营给我们鼓励了，那非常感谢黄总经理以及我们观天下对我们地方的关心，那我们也会把这一份那个爱心跟资助请我们的社区发展协会把它传承下去，然后好好的照顾我们地方上的长辈。当地里长也表示，感谢观天下有线电视在地经营多年，也愿意回馈社会，也盼此举可以抛砖引玉，让更多人关心偏乡长者，一起为长者打造宜居健康的生活环境。谢纯威，双溪采访报道。